人民头家啊所期待，就是咱的乡情爱进步。我相信这是一个延续性的，一挂这个乡情。啊，同时嘛，伫只感谢公所这团队啊，伫八年到计划咱所做的工作伫最近伫十一月十八，咱一个参加全国的从来毋捌有这种成绩的，伫县内相信也毋捌有人得过这种奖。啊，这就是第十八届公共工程咱的第一纳古堂的这个金主奖。啊，我相信这是伫咱这几年来所锻炼出来伫全国会当受肯定的一个公共工程。这个公共工程会使讲伫建筑类的咱会使讲提到上好的成绩。